七月，黄河两岸的花开了，高原短暂的夏天到来了。所谓的夏天，平均气温也只有10摄氏度。水鸟的幼雏都长得很快，凤头屁蹄的孩子已经长大，无法再趴在他们父母的背上撒娇。而谷顶鸡的幼雏体型已经和他们的父母差不多大了。小鹤仅仅2个多月大，却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而他的父母还在不知疲倦地为小鹤寻找食物，这时的小鹤还离不开父母的照顾。黑颈鹤虽然以素食为主，但是夏季丰富的动物性食物绝不会被错过，这也是小鹤快速成长的保证。中午之前，黑颈鹤一家要离开水塘，到边上的这片草地觅食。这片草地也是一群喜马拉雅旱獭的家园。为了保护水源，人们在这个水塘四周建起了铁丝围墙。要去草地，黑颈鹤必须飞越围墙。才2个月大的小鹤，这时它会飞了吗？剧烈运动之前，要先做些准备活动。连着2次尝试都失败了，他再次加速，但是他还是放弃了。他的父亲飞了出去，铁丝围墙成为了这个黑颈鹤家庭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。雌鹤陪伴着小鹤，而雄鹤往远处越走越远了。小鹤有些着急了，这时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，他把脖子伸进了铁丝网，试图钻出去。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，一旦黑颈鹤被铁丝网缠住，就会丢掉性命。他们必须另想办法。有经验的雌鹤找到了铁丝围墙的门，有一道门缝，小鹤的身体正好能够穿过。它钻过去了。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。越过障碍的小鹤显得一身的轻松，他欢快地向自己的父亲跑去。一家人再次在草地团聚。这片草地是觅食地，更是小鹤的课堂。要在高原生存，小鹤需要学习的技能还有很多。它寸步不离地跟着父母，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
并在一旁模仿学习。一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傍晚时分，炊烟从牧民的屋顶袅袅升起。黑颈鹤得再次回到水塘里，小鹤又要尝试飞越铁丝围墙了。这次它能成功吗？还是失败了。不过他很聪明地找到了走出围墙时的那条门缝，又钻了回去。上了一天的课，小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，但是留给他和他父母的时间并不多。若尔盖的冬天来得很早，到那时极端的最低气温会达到-30摄氏度，没有一只小鹤会在那种气候下幸存。要活下去，他只有一个选择，学会飞行，和父母一起飞往遥远的南方。